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 Law， 今天我来放螃蟹笼抓螃蟹。这是诱饵鱼，这是螃蟹笼陷阱。我要解释讲这个螃蟹笼抓捕的一个过程。我先把绳子拆掉，因为如果有这个绳子我们就打不开，打不开就解释不了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螃蟹笼的这个绳子给拆掉。好了，这个关的时候这边会有两个洞，这两个洞哎，螃蟹进去就出不来了，很神奇哎。现在绑住了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关。关的时候，这是往上推，扣住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。可是第二个扣的时候会很难。我们要握住这个，还有一个，我们解绳子先，同样方法解绳子，绑诱饵也要解绳子，因为绳子也会碍很多事。完成。现在拿诱饵，放诱饵，第二个诱饵，OK， 现在往下转，哎，这个转到，哇，还有一层，我必须转破，好，现在往下转，必须转，转紧紧。然后这个要往下，同样的方法，这样锁。再，哎，差点这样锁，又忘记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丢，我先丢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绑啊，它的尾头，我们要必须要握住它的尾巴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样子丢，先抓住一点，刚刚有渔船经过，所以会有那些波浪，很大的波浪。然后这边，来一个交线。
头，找到了，然后反方向就一个交叉，差点跌出去，这样怎么做？这样，一定要给它直这样跳下来，没有是抓不到的。如果倒这还是什么，是抓真的是抓不到空间。好了，一个小时后我们再来收笼子，看有没有螃蟹。一个小时啦，我现在来收网，看看有没有螃蟹。这个板子有点湿，得要解很久。Oh no， 没有，我感觉第二网肯定有，试试看。我先把这个放上去，感觉第二网有。看看 ，yes， 得一只，有，终于有了一只，哎呀，终于有了一只，可是很小，我们要把它放回去，感觉还很凶啊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，拜拜。我现在把它放回去海啦。哎呦，他不肯走啊。用最暴力的方式把它放回去。